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实招聚焦。十月六号，有关美国大选的故事呢？呃，今天现在比较集中的就在川普个人身上了。呃，拜登是一个完全不太确认的东西，但是有关大选在在大选过程中会出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很不被人确认的，因为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他目前来讲，其实一般普通的人。 都意识到一种社会动荡，就是它已经超过了国界，超过了边界，超过了国界这种社会动荡。那这种动荡本身呢？啊、呃，不是一般人能够我我个人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了的。那大家能够能够意识到，只不过是一种，我想就就叫动荡嘛，就是一种没有，啊、呃，不知道就失控的感觉。我给我感触就是。 失控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发生了什么呢？又觉得很正常，就这种心理感应的过程。那伴随着一些呃，从大疫情之后延续过来的什么很诡异的一种，只能叫很诡异的一种表现。呃，而所以美国大选的本身呢，呃，牵扯到美国政党的利益跟这个左右派、保守派、左派、中间派的制定派别的东西。 那中间派其实现在独就是独立选民，这个这个比重越来越大，啊、呃，原因就是人们对整个党派利益呢，其实失去了信心，呃，大家共同的发现就是说，没有，就没有一种道德约束。我给我感触就是没有道德约束，那作为普通的选民，他就失去了一种信誉啊。我选保守派，我保守派也进骗子。 那我选民主党，民主党人也竞骗他就出现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的本身它是无以弥补的，就是，呃，作为选选民本身，他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对应它。呃，在在我在我们看到的故事当中，这个感受很深刻。我们因为我们跟随美国大选本身呢，跟随内容比较多，所以跟着跟着跟着就跟跟。 跟丢了，不像原来那个故，原来那故事就是很很很坚定，就是很真实，很坚定，很很这很那。现在根本不是，现在都是变数，一切都是变数。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人们普通的人会对现实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对未来没有没有希望、没有期待，对未来产生了疑惑跟困惑啊，疑惑跟困惑。 呃，七个可能颠覆2024年大选的疯狂情节，他他这是来这是来自于 The Hill，啊、呃，就是国会山的一篇报道，啊、呃，那他他本来这个题目是不应该存在的，啊，说句心里话，那但是存在的原因就是失控，呃，作为国会山他的他的一个媒体来讲，他自己也觉得，呃，哪儿都啥啥都不靠谱。 什么东西都不靠谱，哪儿都不靠谱，这是给我给我最大的一个一个一个背景的感受，哪儿都不靠谱。那写这篇文章的呢，应该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这个编辑。那编辑在设定就是回顾了美国在过去时间里经历的诸多的动荡啊，诸多动荡的本身。这种诸多动动荡本身就包括了这个九幺幺事件呢，包括。 二零二零年大选的当时的这个曲折到现在还没有没有完的这种曲折，他就给放在了一起。后放在了一起呢，他去推断二零二四可能会发生什么，在在未来的十四个月吧，都不到十四个月，未来十三个月里面会发生哪些事情，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第一个都很确定，就是说两个候选人当中有一个人可能会有麻烦。 因健康、法律丑闻、弹劾,劾定罪或不可想象原因而死亡或被迫退出，因为这有两个年事已高的男人，不是那么牵强附会的。其中一个面临四项起四项起诉，有谁认认为这是一种可能呢？那其实截止到现在，面对川普的四项指控，说他退出选举的。 其实人们认可的不多，人们真正认可多的反而是拜登，就是拜登，瞅不冷的就就完了。所以拜登如果现在出事儿、出出任何事情，无论是个人，无论是他家庭的状况，都将使得这个呃美国大选本身出现变化。呃，民主党人呢，左派似乎满就是蛮期待的。说句实在，他蛮期待，他甚至认为呢，这不是一个推测。 这是一个真真切切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啊，它是非常的确定的一份故事在其中，那就完全啊、呃、相当不一样。说句心里话，所以他就讲述这个所谓弹劾内容，他认为其中有一个人肯定会出事。另外一个恐怖袭击就令人气象，呃，恐怖袭击发生跟九幺类似这种。 攻击可能会伤害或者帮助拜登连任，因为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更换主管人呢可能视为分，这个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了。所以，但这个东西给我看的时候，他只说是九幺幺的外部攻击，他没有提二二零二一年一月六号国会山庄的事情，他他没他没有提，那代表媒体的本身的一个态度就是国会山的事情。 其实不足以影响太大太大。对不起，而九幺幺是真正的威胁啊、呃！你从媒体报道当中，你就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西，什么是他编造的东西。那九幺这种事情呢？呃，说句心里话，那就也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啊、呃。但当如果作为编辑，能把九幺幺的事情都考虑在未来的一年中会发生的话， 啊，就是这么大的媒体，他也承认未来是不可控制。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个最可怕就是未来是不可控制的，呃、啊，难以预算、难以难以推断的，这是真正可怕的。国际事件或有或现有就是冲突的升级，需要美国做出军事反应。那这种冲突冲呃冲击呢，那就包括台湾在其中，这是一个。 地域上的，呃，那这个东西呢，你就不好，这个东西不好说。说句心里话，啊、呃，你比如说，啊、呃，乌乌克兰战争、乌俄战争、乌俄战争本来应该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实际是在借助乌克兰乌克兰土地，美国在跟俄罗斯发生战争，这是一个很很显然的。那他当初的目的就是，呃，逼的。 逼了，逼得俄罗斯动手之后要消灭俄罗斯，那能做没做到？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做到啊，但今天就成为了，但消灭不了俄罗斯，太大了，对吧？那同样，美国自己本身呢、啊，呃，在这种冲突当中呢，同样没有占到好处，啊，它在某种程度上，呃，美国在被摧毁中，啊，美国在被蹂躏，在被摧毁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啊，呃，但是呢，国际事件会是否会使得美国必须插手，那就是台湾，但他会否真正插手，可是个巨大疑问。呃，就就美国左派来讲，就现实环境来讲，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肯定答案的。但是如果促成一种类似世界大战的东西， 呃，那可就不是一般的氛围，不是一般的环境。我觉得是相当超、相当超越的一种一种环境。国际事件或现有冲突升级，美国就必须做出军事反应，外交政策占占据了中心舞台。是美国打仗就导致公众跟舆论国内问题大转移，所以它这里面同同样强调的是一个舆论问题。 那舆论目前是被控制的，是被极少数人控制的，所以它其实就转向成为，使得美国社会更加的不信任，彼此之间都不信任，呃，这是显而易见的，呃，因为人们不知道，如果真发生战争，不知道是谁引起的战争和为什么要战争，对吧？呃，是否影响美国的经济基础？ 呃，攻打台湾，破坏了芯片的供应量。如果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或者乌克兰垮了，呃，普京入侵一个北约国家，那是否要征兵？呃，北约入侵北约的国家，这个本身呢，呃，我我以为假设的成分太高。so far 到目前，假设成分太高。乌克兰面临着崩溃和瓦解，呃，so far 目前。 那如果是真的崩溃和瓦，真的崩溃和瓦解的话，呃，俄罗斯是否真正进入乌克兰？完全进在还是否现在还有能力进入乌克兰？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也就乌克兰就成为了一个被抛弃的。当完全被抛弃的时候，它又是重大的国际社会当中的粮食供应国，所以它它就是完全是一个，我愿意把它还是把它理解成命运。 因为这种猜测的本身呢、啊，呃呃，你会大家会显得没没着没落儿，事发生了，但真正应对的时候会怎么样应对？可没有任何人能够能够说出来如何应对。接近选举的时候，呃，关键基础设施严重长期的网络攻击，美国暴露在外面，基本能源跟通讯被切断，数百人处于在这种呃资讯的完全的切断当中。 这是非常可能，啊，我我以为这是真真正正的可能。如果美国大选的当天遭遇巨大的网络攻击，或者或者说遭遇某些不测，就像美国东北部呃北美东北部上次大停电一样，那就那就完了，那那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出他将如何应对。美国宪法中是否有规定如何应对这种方式？ 呃，那个，因为那如果停电的话，那整个东北部地区全都没了电了，一切的正在投票的一切东西都将，你说给他作废？这个我相信这不是一般的决定，但这是一个对美国影响，对乃至全球影响巨大。哎，如果说让让目前让当时的总统继续就任总统的话。 他在整个选举的过程中又是处于劣势的话，你就很那立刻阴谋论就起来，没有任何人相信现在的总统能够公正的说法，这个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故事，所以那这种故事将如何如何面对？我们说句心里话，呃，国内恐怖分子发动袭击，要么是为了回应川普的监禁，要么是为了回应他的重新被提名提名。 这是这个说法，显然就是来自于左派。他把他把川普可能被抓、被蹲监入狱作为一种设定，然后支持川普的人就不干了。他这种那这个东西呢，呃，跟过往时间里面整个主流媒体对川普的那种侮辱式的报道直接相关。与其说是川普。 的粉丝有可能发动这种战争，发动这种战争，不如说是反对川普的人，在媒体的这种背书之下，呃，整对美国社会造成整个的冲击。啊、呃，与其说他们在保护民主，不如说在摧毁美国。哦，所以我个人不认为这个使用人工智能，国内国外参与者在选举前制造深度假货。 对选民认为真实的选举自信造成严重破坏，这个是最真正最，我觉得这是最真实发生的。就到目前，就到现在，有多少东西是真的？我我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迟疑的、值得怀疑、值得讨论、值得迟疑的问题。就是现在，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嗯，任何人没有能够，就是不能够啊、呃，不能够说服的。 坦白说，不能够说服的，呃，选民认为真实的选选举资讯造成严重的破坏，这是是没错的。那使用人工智能，国内参与者深造这种假货，这也是真真正正啊。这个，呃，我我我眼睛里说，这是目前最紧迫、最可能发生的。鉴于川普跟川川呃拜登不受欢迎，第三方的选举人的。 火并，获得百分之二十的以上的支持率，这并不那么疯狂，但是真实的显示出百分之六十三的选民在理论上会转向第三方。那第三方是谁不清楚，所以他就会带来一种混乱。在十一月五号，那十一月五号现在整整还有十三个月。那第三个第三方的提名，就目前它集中在。 嗯，美国的民主党啊，呃，小肯尼迪现在就有可能。另外一个是这个，呃，另外一个是这，那叫什么？曼青。曼青很可能会竞选总统，非常有可能。那他是美国民主党当中温和派老牌的参议员。那这么一个，在这么一个对应之下，出现的倍数场面，呃。 所以在整个它里面讨论的理论当中呢，有一个竞选者可能会离世，这个我觉得是；再有一个就是第六条，我我个人看重第六条，人工智能已经深深的影响着美国总统美国选举，这是现实现状。感谢朋友们的支持。